冷战神，女朋友不理你怎么办？不，你叫她妈妈，妈妈，你坐过来呀，坐边边。怎么做人？你别闹！妈妈，你坐边边。妈，不要啊！妈，不要啊！妈妈，你不要！纯真的浪漫。 无解的答案，他那个吧，我也要喝，要热的啊！你要喝什么？我跟我妈一样的，一会儿妈妈付钱，要热的，妈妈付钱，妈妈蒸好，妈，我要吃火锅，吃火锅呢，我看你吃错药了，妈，吃火锅，妈。 妈，妈，我想吃烤肉，带我吃烤肉呗，带我吃烤肉，爸，走走走。挑战回家不紧张，宝宝，我回来了。回来。咋了？过来。搞什么呀？ 嗯，嘴巴干了啊！我用润唇膏。我要亲亲。是不亲的不亲的，我还有这样忙呢啊！亲我一下。干哈呀？你怎么吃完饭我们再亲嘛？哎呀，亲呀！哎，你怎么急啊？嗯，你平常回来都亲我的。亲。 你看你这，还亲亲，一会儿，你吃的真多。哎，你亲呀、啊？累了吗？不行不行。别逼我揍你啊！妈妈来，累了亲一口就好。哎呦，不亲。你是不是要不亲别人狗了？来，让我问。没有没有，亲亲。亲亲 你在那坐着啊，我去给你做饭去了。当女朋友不小心撞飞了我的假发片，点起来，还给我。妈呀，没事啊，你吐了我还会要你的。<笑> 你吃这个？你得吃。然后他又给我拿了黑木耳、黑豆、桑葚、紫菜、黑芝麻。为什么都是黑的呀？回家给我吃完。你说这新疆和辣椒榨成汁气都会不会有用啊？这怎么能行？你这不掉的更多吗？这么野的发音都敢？你别造了吧你！ 嗯，这么贵啊！他是谁呀？他是我男票啊！那是结婚谈的，那就是我大老公啊！我不爱他谁爱他呀？他见钱都给我。 我又没钱，他用他的买钱买新车，也没毛病呀。更何况，他还问我意见。我要买包的时候，他也理所答应了。要是不敢买车，他肯定不开心啊。他要不开心，他就不给我做饭了。那晚上谁给我洗脚呀？再说了，车是男人的第二个家，第一个家有我了，第二个家还是我送的。 那他肯定买车肯定上班送我呀，下班接我，然后再带我出去玩。他肯定就只陪我一个人。我给他买车，他肯定要发朋友圈，然后在他朋友面前就可有面了，然后他就可开心了。他还会有动力赚钱了。作为一个未来的好老婆，就应该疼老公、爱老公，又不是要真的让我买房，不就买个车吗？嗯，这个事稳赚不赔。 嗯，确实行。交卡，现走，现在就买。如果男友可以评级，清空姐。
是啊，哪里写的？王经理，干啥？不念吗？不然风吹过的头发，跟着月光就站在你的头上。我记得我同一个电话。钻石姐，爸爸，要不要拍一张？再等下去就怕来不及。天气说变冷就变冷，像现在。哇，好清晰，好好看啊！王哥姐，看下来了，直接接听，开外放。咋了？烤肉来不来？就你啊？对啊。我先送你回家，然后跟同事去聚个餐，九点之前保证回来。回来给你带蛋挞，好不好？好吧。算了，带你一起去。偷偷拿走女朋友一个耳机，看看她今天这么开心，是不是晚上有安排？你今天好美呀、啊！你是不是在几点啊？他没发现耳机少了一只。我去接电话啊。好戏开场。去不去玩啊，飞盘？嗯、啊。你穿紧身的瑜伽裤过来，五男五女，男的都是180以上的，都是帅哥，带小凯干嘛？这好办，你查他历史记录和喜欢列表，然后生气让他删干净，不然告诉他你肯定不回来。赶紧把手机清理干净。谁给我看看？你今天刚看过吗？例行检查。这耳机这么累。你查好了没有啊？我手机有什么好查的呀？你这包里鼓鼓囊囊的，不会有什么秘密吧？啊？你不会是想出门吧？啊，宝宝，你走吧，你走吧。啊？哎，你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正好晚上看电影。真的？你看什么电影？跟谁看电影？大晚上跟谁看电影啊？我看恐怖电影啊，票都买好了。跟谁啊？老张？跟老张看有什么意思呀？那你敢跟女生看电影到死啊？喂，快点，你来不来？就欠你一个了。哎，你们去玩吧，我不去了。你不去啊？那我先走了。我不去吧，我陪你啊。那谁？当我假装闻了女友闺蜜的。哎，你手怎么了？脱皮了？没有，不是。上午就闻我名字被我搓掉，这回又闻了是什么东西？疼！这个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不管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重庆。我是四川的，重庆也是两回事，好吧？不是重庆。那这啥呀 ？CQ。传奇。你把游戏纹身上，我真服了你了，你跟游戏过一辈子去吧。真不是游戏，不是游戏。那啥呀？你初恋名字？他忘了纹在手上啊？不是。你少了不是 ？CQ 陈倩，我不知道，真不关我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纯正的痴海啊！不演到极致的爱情是什么样？还在吃呢？对啊。那你刚才在干啥呀？吃饭。圆圆的脑袋，大大锅。别吃了。就见着这。那我要不要点点水果呀？去西班牙芒果。啊？我去西班牙芒果。可以。啥叫可以？那你是就是。都可以，随便点点。什么叫随便点点？啊！下课不？我们去商场，去超市啊！干脆不理我。干嘛呢？看剧呢。然后他冷不防地问了我一句：“你可怜可怜好吧？”嗯，赚点钱。那就好。啊？你可怜可怜好吧？好啦，都亏你了。于是我也开始假装胡。陈超哥，明天我跟倩倩去家乐福。你一个人呀？我跟倩倩，吃过了，吃过了，我吃过了。小凯，你他妈敷衍我是不是？现在我锤你啊！偷偷改掉手机壁纸和密码，看女朋友会不会偷看我的手机。回来了。咋了？他一个人搁这发呆呢。啊？
欺负你了？我一山一地妈回来，你咋就这样了？是不是因为你开心的事了？哎，好好，宝宝，你去。我又没惹你喽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你不会不要我了吧？是你不要我了吧？啥呀？我要你啊，要你啊，不？那你为什么手机密码也改了，壁纸也换了？我是说你最近怎么这么奇怪呢？你早上也不给我带早饭了，下午也不给我买水果了，连睡觉都背着我。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是最平静最。你肯定心里有别人了。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气成啥样了？气得哭哭的。你就是有别人瞄了，要不然你不会玩命吗？我这两天给你准备惊喜去了。什么惊喜？还换密码？什么时候不让你看了？我换成跟支付密码一样的了，不然好密码我肯定记不住呀。是我们那个最重要的日子。嗯嗯，对，就是你现在想的那个。可是结局叫你的出现。对呀、啊，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呀，还是六位数的。对于我来说，最重要的日子是啥？肯定是宝贝和我的生日呀。啊、嗯，宝贝在前面。我当我穿成黑衣去见女朋友，看她是什么反应。走吧，出发了，跟闺蜜逛街回来。啊！遛猫遛狗。啊！我不吃。你干嘛？你在吃什么？啊，小凯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先走吧。One time。啊！我还给我发了一个视频，一会儿进去吧。跟他说回家给我带瓶水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要不你呢？跟闺蜜说刚刚的事儿。再拿相机观察身后，赶紧跑回家。按了家里的楼层，他想了一下不太对，又按了下面的楼层，还挺机灵，假装玩手机，还没到家就下去了，等了半天才从楼道爬上来。你说什么？我是我。哎，吓死我了！我是你变态的兔子。好玩吗？我呀，我快吓死了！穿的跟小偷一样，把你发追回群里了。啊，好玩吗？脱了。那纳斯在后面。你说啊？哎，你这是小凯，是小凯。他妈的是五叔。干嘛？他是小凯。好吧，闺蜜买了个新头子，好好看呀，我也想要。你买给我做周年纪念日礼物好不好？可以啊。那我等会把链接发给你，你买第一个热门色号，行不行？嗯，好。爱你，宝贝。你们想吃的吗？你有想吃的吗？我都请。嗯，你想吃比较重要。要不吃火锅吧？涮那个毛肚。可以，走吧。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怎么啦？我现在非常吃醋，咋了？为什么？你吃饭的时候一直跟你兄弟讲话，我不给你夹菜了吗？那我一个人听你俩吹牛多无聊呀！你以后像这种饭局就不要叫我，要不就早点结束，好不好？嗯，行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心里堵得慌。怎么了？我哪儿做不好吗？你最近都没抱我，而且刚刚吃饭的时候你还给我点冰的饮料，我大姨妈都马上来了。哦，对哦，那你咋吃喝完了？那我的意思就是，趁他还没来的时候，我们再去吃俩冰叔加冰淇淋呀，我要吃俩个。不行，你现在吃了肯定疼。那我现在不是，我现在心里难受啊。那我现在抱着你去吃迪哥家的冰淇淋行不行？抱一下就行。男生男生都是一般人的人。我也来试试不给女朋友点肉。你绿的干嘛？肉呢？今天就这么多嘞，你不吃肉了吧？我吃肉吃什么？你们不给你买新手机了吗？哪有钱吃肉呀？要去弄点水果吧，水果不要钱。
减肥，真好。哎呦，真吃不饱，要不你多点个主食吧。油条加糍粑。全都被他炫完了，还炫了一瓶奶茶。你拿我结账吧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还没吃呢。啊，牙齿磨了，牙齿磨了。还有，牙齿磨了。最喜欢吃的毛肚了。真的很要总裁。然后他就一直这个表情。吃肉，拆两面肉，吃吃。不是觉得我胖了？怎么会？我儿吃肉怎么会胖啊？来来，我跟你讲，还没熟。你要走啊，宝宝？我让服务员给你打包两个小零食，你回去吃。真走啊？完了，生气了。吃吧，你不用回去了。哎，宝宝。这逃命干啊？再吃一点嘛。假装跟女友闺蜜发生争执。你真走出来？你说谁呢？你太过分了。啊？哎咋啦？怎么啦？什么事儿？你哪找的好闺蜜啊？还有脸哭？啊？都哭了，你看瞅啥呀？你现在搁这冷哄哄她呀？过来偷听。怎么了？啥事儿啊？找的好了。咋呀？哎呀，别哭了！你说这个大直男，傻帽一个，正正经经的，他天天搁来气我了，我看了一眼，不揍他一顿吗？我现在不就揍他？你别哭啊！偷偷打开录音设备。又咋的？又啥呀？啊？是不是动影像机了？哎呀，你个男的跟那女的计较啥呀？他小块小的，又爱计较。小姑娘又爱哭，别让急，等会儿你看道个歉，这事就完了，行吗？嗯嗯，等会儿啊，没事啊，别走。那这啥呀？刚刚录音，你听瑶怎么说你的？哎哎，不带你俩这样的。让我假装引狼入室看女朋友什么反应。提前让兄弟拍照，制造一张通报放门口，然后跟女朋友说兄弟要来住一天，让他一回家就发现物业通知单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嗯。嗯，有小偷啊！这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好像哪见过呀？我要幻觉吗？我帮你拿吧。假装搞得很神秘的样子。他干嘛呢？我兄弟这眼睛不好，是天光。啊？你这儿都干嘛呀？我不能付钱了。别碰！行，这不是干嘛的呀？看呢。好了。啊，我们不是系统都大度了，这里面。不要扯那个。啊，我等一下。嗯。不要扯，好吧。啊！有人，他是小偷，一模一样。不可能，他人老好了，他就是最近家里出了点事儿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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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嗯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干嘛呀？哎，穿着你穿好了啊！干嘛？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等他在偷听的时候，假装自己是业务的老大。车票给你订好了，明天用。你到那边先给我打印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钱我到时候给你办。这卡你先拿着，你先用。嗯，谢谢凯哥。没事。哎，不是社区吗？嗯，宝宝。嗯，你在干嘛呢 ？To the top, come on.、Yeah. 女朋友偷偷查我手机了，还给我的月消费记了账。嗯，你查我消费记录了？嗯，怎么啦？不行啊，下个月不给你零花钱了啊？为什么呀？谁给零花钱的？那我吃饭打车买水怎么办？都把我带着呗。被女朋友包养的一整天。包养你？我没有钱给你。都老夫老妻还怎么啥东西啊？我最想让你最会买。中午点了一大桌子菜，是这么好啊？嗯，
转这转以后就你自己付钱了。你不是说不给我转钱吗？那我怎么办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哎呀妹，打车呀！哦，对，你打车呀。哦，你没钱，反正欠我的。死人！没事吧？我来吧，买水的钱我还是有的。宝宝，这个亲情卡是什么？我给你开的呀，每个月有2000块的额度。2000？真的？真的？小人也花。